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休学日记、 PD Vlog 等精彩衍生。亲爱的伙伴们，在旅行的最后一天，请你们共赴一场兄弟之约和姐妹之约。兄弟们，请前往海边，开启男人们的轻松时刻。姐妹们则留在民宿客厅，享受专属于女生的升温派对。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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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祝你们玩得开心。拜拜拜拜。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立于天涯小城的海里里。哎呀呀！走啦！小团体取个团名，弟弟你来取一个中二的团名。叫王者小队，王者小队，果然够重。有口号吗？加油特种兵！加油特种兵！他们不是竞品吗？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这两个都有。对啊，管他们呢。大叔，你先下载一个吧。你不要再下载个山寨版的。这个是王者荣耀对吧？哎，不对，不是这个吗？不是，你下了个山寨版的，啊？山寨版？真的吗？对，你这个头像都不对，这 APP。是这个对吧？我一会儿先下载。不是，又下又一个山寨的。你是不是没有大陆号啊？哦，我可能因为我是啊、我换一下。你要换到大陆号才行。哦，明白了明白了。弟弟，其实你人生终极梦想是什么？说事业上的话，目前来说我挺喜欢就是相关这个影视的行业。但你是准备去拍电影还是电视剧？这个如果这其实说实话，能接到啥拍啥。哦，我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拿一些奖项，或者说给我妈妈爸爸看到这些，觉得也挺好。因为我是独生子嘛，所以可能我的直系的亲人也没有特别多，对，所以他们也是我比较重要。我可能明天就会死，或者之后十年百年我就会死掉。如果我能在某个处留下我的名字，我觉得我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个证明。啊，对，我能理解，能理解，这主要变成一个拿奖的好演员。对，拜师吧，就在你前面，这个就是你的终极好榜样了。那做演员可以拿什么奖啊？来给我们普及一下。中国比较看重三大，戛纳、柏林、威尼斯，金熊、金棕榈和那个金狮，还有就是金像，就是奥斯卡。哦，但做演员不会想之后变成自己做导演呢、啊，或者是制片，或者是……其实有些人会想，有些人就觉得会专注。哥，你呢？差不多咯，大概就这条路咯，走咯，只不过我很难那么专注的去做演员啊。所以你会有自己的那个？可能会有，比如可能会我自己来写，我自己来哦，还会自己写啊？就想说点啥，不是替别人说点啥，而是自己想说点啥。嗯，明白。哎，一维哥，哎，你在刚毕业的时候会想什么呀？我印象中小时候会想说，谁给我一个机会，只要有一个机会，我就让你们有一个大大的惊喜，让你们知道什么才是好。然后发现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有一年冬天很冷的时候，2003年在河北拍戏的时候，太惨了，那个就跑龙套，
当时很冷啊，那个雪，城墙上的雪，但我觉得有这么厚。当时第一次拍古装戏又不懂，穿个薄薄的纱眼神仙，然后就出去感觉哦，就冻得不行。当时就暗暗的立下了一个志气，也说30年之内我一定要拿到影帝。但我真的觉得这很好。啊，当时真的有这个，就一咬牙就觉得要干这事儿。当时我同学啊，这怎么能？我就一定要，能吗？能，试试看吗？走这条路的话很难的，它确实是一条很远的一条路，也很有成就感的一条路。明白，明白。你拿奖那一天记得喊我们来看啊。好呀，好呀。哦，挺好的人生梦想。有目标就很好，很愉快啦，往那儿走就好了，有方向。明白明白。叫醒你的是梦想，不是闹钟。我很喜欢演员这条道路，不管是小演员还是一点点往上爬，我都愿意去执行它，也让莎莎能看到我不去依靠他，或者是只是站在他背后。大雄嘞？啊，终极人生梦想。我觉得曾经可能会很多梦想是围绕着事业跟可能成就跟那个我们现在只谈成就跟事业。别给我来感情的，老婆们都不在。应该说，我以前会，对于工作的，追求是为了钱。哦 ，OK， 我以前是。哦，你以前是？对对，我以前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有贡献、有价值，然后做的那个企业是能够帮到别人，有就业的机会，然后最终也能够换到一些，我可以让我自己去做我想做的事。有腾空的时间，其实我也已经很满足了。以前会有觉得，哎，要追求要多少多少钱，其实我觉得就也不重要，因为我觉得自己做就是最重要，知足最重要。对，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一届是请了那个 Bloomberg， 他是一个美国的企业家，他是来了做我们毕业典礼的那个演讲。那我当时我那一刻我是觉得啊，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学校会邀请我来去做演讲。我是有一个类似的想法，是我很想创业成功之后被邀请回去讲课。但我希望是我的母校。对对，是会意义不一样。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给自己定目标啊。基本上就我毕业前我就给自己基本上写好这个剧本要怎么走，目标定在哪里，一定定了个7-8年的目标。然后我从毕业那一刻跟我现在想的是一样，也都还是朝着那一个目标走。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给自己定一个什么30岁之前会达到的事情。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对，是的是的，但我感觉机会不会来，你要去自己找。那也是也是，你要创造自己的机会。对，但你会有压力吗？有压力，因为就你爸爸他是一个 legend。 压力都是自己给的。对，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他的成就给我带来的压力，更多的是因为我的欲望很大，我很希望就是虎父无犬子。你有看火影呢？你知道他那句目标是什么吗？我要当火影，而且我还要超越所有之前的火影。没有父亲会不希望自己的小孩比自己好，然后我自己有了小孩之后，我更证实了这个事情。就别人会说，哎呀，你儿子以后肯定比你高啊，比你帅什么的。可能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是调侃的，但他没想到我的回答就是，那就很好啊，很好啊，会高兴的。对啊，我会希望他每一项就是每一个技能都是比我高一级，对吧？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父亲在天上肯定也是希望我，不是说我生出来了然后因为他是这个人我就写死了自己的结局就是比他以下。那这样走的话，这个家族不就一直那样了吗？所以我会给自己这个压力，就是他飞得有多高，我也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尝试去飞得他那么高。
加油啊，我非常看好你的。谢谢兄弟。希望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些成就能够被就是以后的人还会讨论。我不要做谁谁谁的儿子或者是孙子，我要有自己的一个成就，我要有自己的一个身份，专注在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机会随时会来。Hello， 嗨，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久等了，来吧，姐妹们，女生派对。啊哈哈，哎呀，最后一天了，据说有个惊喜要给我们。啊？OK， 来了。什么东西啊？社死了！救救我！啊，好可怕！这是哇，你真的没什么变化。哇，好嫩啊！哇！我那个大睫毛太吓人了。哇，佳妮好好看哦。还记得我们最初的样子吗？哎，为什么先放我的？因为你是姐姐。其实莎莎才是姐姐嘞。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万千的咱们准时见面了。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千岛湖，说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还有个梨窝呢，平地卷波涛。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跟您介绍过，说在淳安啊有一棵黄檀树，在晴天的时候呢会下雨。对啊，那个时候穿的好 Y2K 哦。啊，对呀、啊、对呀、啊。2003年。对，就是很千禧风嘛。还好呢，这段时间并不是非常的长，只要半个月，等出了煤呢那就没事了。但是我们不喜欢没关系啊，有东西会喜欢，什么蚊子和苍蝇。这是我在大学毕业的第一个节目。什么叫气象万千？就是大家在新闻看完之后给我6分钟，我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你要怎么穿衣服，你要生活注意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播一首歌，这种很轻松的那种。然后就做了一年，就是我们自己来做，然后包括里面内容自己想，场景自己想，化妆什么都自己弄。后来就是打动了台里，就觉得我很认真很努力。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播新闻了，播新闻之后我在一年之后我就变成了正式有编制的员工，就是我从一个替补变成一个正式员工，就是因为这个节目起步的。嗯，那时候还染黄头发。那个动作，以前主持人都这样子，一定要是对，对呀、啊，就这样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万千》。手一定要这样子，升key。我现在升不上去了，嗓子坏了。对，我刚刚就第一感觉，哇，这个 key 好高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郭沫若先生这样描述过千岛湖。好高啊，你的声音。对啊，我是为什么声音往上走呢？太亢奋，年轻。但是后来慢慢的声音就往下降下来了。你说一下吗？好，比如说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的气象万千，我是主持人朱丹。今天是我们的大雪的节气，大雪一到，冬天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春天还会远吗？在这样的一个储备的时候，你想一想新年的愿望，也回顾一下在过去一年你所经历的，只有做好万分的充足的准备，春天万物才会发芽，而你可以重新出发。哇，鸡皮疙瘩，你都不用想，就是一下就想出来，好厉害。就乱来，就乱讲一下，感觉还是耳朵听懂了、啊，但是讲不出来。好下啊，不要就不要播了，我一定要，不要，一定要，不不不，这也太可爱。Oh my god， 这是什么？广告？广告？咦，够了够了，停停停。Oh my god， 我真的要死了。啊。我自己都不想看，哦，这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是吗？他就说什么港女自拍 ，Oh my god， 我要晕了，噔，发功了，待会儿男生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踢，把你四分五裂。但是你那时候脸上还有点婴儿肥的那小嘟嘟肉，做这些就好可爱啊！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超尴尬。
但看不出你尴尬，就是挺表演的挺到位的，超尴尬，就感觉你就是这样的女生，甜甜的嫩嫩的糯糯的，很想捏捏你的那种。这个就是出道第一部戏嘛，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选上这个戏的吗？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广告。哦，真的吗？那挺好的。刚刚那个拍了个广告，然后我的公司呢就看到那个广告，然后就说有一个电影要找一个女主，我说我真的不会表演，我真的不会演戏。当时的老板是王百明嘛，然后就让我随便演了一场戏，然后就说那就你吧，我们签约。也是误打误撞吧。好了好了，过了过了，姐过了，不要再看了。我忘了它里面还有什么。好了好了，往后往后往后。哎呦，好社死啊！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呀。真的不社死，很漂亮哎。我比你心跳，也偷看你骄傲，我真心的爱好。就这样看着你。真的会唱歌，好让人羡慕哦。对，好羡慕啊！而且你长得也甜，声音也甜，而且那个衣服也很好看。反正就是那个歌自己写的，然后就唱了。是你自己写的？写的，因为我写歌比较早，我可能13、14岁就开始写东西、写歌词了。这么厉害哦！蓝飞玲，18岁的天空来了。大家好，我是蓝飞玲。蓝飞玲，蓝飞玲。这个我可是在放暑假的时候看过的呢。如果需要人帮忙，你一定要想到我。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身上有我没有的东西，我只是不想让它消失罢了。什么东西啊？等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个当时我是在中专的时候超火，我也是，对吧？我刚刚说过我暑假看过，18岁的天空是我们内地第一部偶像剧，对，第一部校园剧，校园剧，它是偶像剧鼻祖哎，哦。我那个参加这个东方新人，我好像用的也是蓝飞玲的艺名，然后呢又认识了编剧，他们说校花呢缺一个校花，然后觉得你名字很好听，你能不能拿来用，用就定你了。然后那个拍完了又去读书了，等到那个再后来就是海蝶签约，我演了阿杜的 MV。 眼前这一个是我因为阿杜的 MV 走向前那个，然后有那个边微笑着一边落泪的镜头，然后经纪公司老板就觉得，哎，我这张那个脸一边哭一边笑很打动人，就找导演来问到我了，然后就问，哎，我是那个海蝶公司的那个老板这边，然后就问问你对唱歌你唱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厉害的嘞，我就是唱歌，我说我唱歌特别牛的。他说哦，你这么自信啊，那你录张 CD demo 给我们听听好不好？然后我当天下午就录了一首歌叫爱如潮水，海蝶一收到这个歌就疯了，然后他们就飞到上海来要跟我在律师事务所签约，就很快。所以傻人有傻福吧，就是这种感觉。是的。我其实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实力好的人太多太多了，可能更缺乏的是一种机会。然后林俊杰师兄很火，然后公司又把我们放在一起对唱，所以第一首歌就红了。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然后最终的结果都是你想要的。哦，奚梦瑶。你会跳舞？不会，选秀的，我一辈子就只会那一支舞，姐。不，我不再相信你了。你会跳？你看你多漂亮。哇，带风的你。
女子，好青春啊！救命啊！好有气场哎，对，又轻松。My name is Ming Zi, I'm 23 and I'm from Shanghai. 好漂亮！ I know that my biggest ambition is to be get married and become a great housewife. Trust me, I want to do that. Stay at home, teach my kids, play with my dog. 梦想成真，真的。Get retired. 已经有那种国际的 feel 了，真的真的。哎，这个头发为什么可以扬成这样？你走得快就可以，因为就跟你跑的时候一样，它就会。他就会往后，而且这个比赛在三亚。哦，真的，你又回到三亚。他是中国的总决赛在三亚，当时，所以就有这个，然后就还蛮幸运的，中国区比赛就拿了名次，然后就到世界比赛，到最后比赛结果是15强，然后这个公司就给一个合约说你要不要签。也觉得是个正规公司，就签了合同，然后就去巴黎工作了。哇、wow、哦、啊，就这样，从此踏上了一个真正模特的道路。嗯。蛮神奇的，真的。到你了，到你了，来喽！这一定是，啊、这一定是、啊、爱情公寓，是不是？对。我们仿佛上辈子见过面。那种，你看你甜的。这个是一个连续剧，这是个情景剧的一个部剧。但那个情景剧很红，而且播了很长很多很多集，嗯。好可爱哦，你长得。你有多大？刚刚毕业那年。他好多人还很喜欢你这个角色，拍得很漂亮，很漂亮，眼睛也亮。出现了几集？这个加起来好像都没有一集，就几个镜头，就几段，嗯，大家就记住了。对呀、啊，这么厉害哦。因为这个剧就是很红。对，然后这个播了，刚好是在春节，我还记得。然后播了，我也没看。是导演发给我说：“佳妮，你看了你演的吗？反响好像不错哎，因为当时好像就是因为什么你谢回微微就冲，就好像上热搜了什么的。但当时我也不懂啊，也没有什么这种人告诉我，微博那时候我都不在玩。就是只要佳妮在那个时候主动一点，比如说啊，那导演以后有合适，你可以继续找我，我们可以再合作啊。对，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好像事业上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性格我接不住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啊、哦，无所谓啊，啊、哦，怎么所谓就是把握不住机会，就别人可能橄榄枝都抛过来了，我也会觉得，嗯，就是这样，你不能给自己有这样子的催眠自己是这样的，没关系的，不要给自己贴个标签，你真的只要有个人轻轻推你一把，往前推一下，你可以真的，也许你会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天空给你，只是你迈出那一步。稍微往前走一下，咱们一起出发，真的得一起出发。OK OK， 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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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加油。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新疆的时候，不经意当中我们有了一个女人派对，就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大家都聊得特别开心。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们五个人之间的慢慢的靠近。然后我这个旅程马上要结束了，但是我很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会回想起我们这份依靠之后，在未来还能够延续，为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最后一次女生派对，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吧。好呀。到了，你要不要买双拖鞋？好好，来来来，走吧走吧。哪个尺码大一点呀？大的啦，4445。这个是吗？4445。这个有啊，有4445的。哦，我想要这个的最大码。我要这个。这个有大一点点吗？有大的，你看对。我应该是41。41太小了。
我还以为你脚多大。你说一句，你们有那个大一点的吗？然后那个老板问他，你脚多大？他说我41。真的假的？缘分，这也太碰巧了吧！兄弟们，兄弟们，我帮你拍个照啊，这个。老板说你什么时候把我衣服穿上？想死！来四位男生手剪刀布，干嘛？输了付钱，我帮你付就好了。谢谢哥。谢谢一位哥，好啦，完美，舒服 ，OK 了，搞定，哇，好多了，走。哎，叶林哥呢？叶林呢？到了吗 ？Hello。Yeah！ 能下去转转吗？走啊。哎，你们记得多帮我们拍一下这个场景啊，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实身高。我们平时就这样子，你看日常，对吧？大家都没穿鞋，没穿鞋就最真实。我们四个把鞋脱了，就相当于脱了这么高的内增高。那你看，那你们看到了，嗯。那边有那个夕阳的感觉哈。对呀、啊，那边好看。哇，很棒啊这儿。嗯。海南天气就真的是好，很舒服啊！这个时候，哇，好漂亮啊这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新疆吗？新疆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去过新疆。新疆好不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加一把。加一把。我们刚从新疆过来。新疆好棒。好，新疆特别好。哇，是不是一样开场了？谢谢你，玩得开心。谢谢，哎，谢谢谢谢。下次再去到新疆。好的好的，拜拜，玩得开心。拜拜拜拜，玩得开心，拜拜。哎，真巧，刚去完新疆哈。我好像真的没试过在山山旁边这样子试着脚走。还很舒服，没这么走过。没有，但这样挺舒服的。哦哟！哈哈哈哈哈！哎呦！哇！啊啊啊啊啊啊啊！老大哥！老大哥！就我们可不可以像那个那些唱片的那个封面，就没有人是看那个的，都是看不知道哪里去的，每个人 pose 不一样，每个人 pose 不一样。戴太阳眼镜，戴眼镜还戴眼镜，行，那我也戴上。戴眼镜，戴眼镜，戴眼镜，戴眼镜。小何，你不站成一条线？我们是一条线的呀，是一条线的呀。这里拍张照吧，来，3、2、1。
本节目由双金维生素 D、双金钙锌赞助播出。双金骨营养专家，为爱出发。哦，有任务了。好了，亲爱的同学们，恭喜你们完成了休学旅行的所有课程。哦，诚邀你们一起参加《爱的休学旅行》第一季的毕业典礼。哦，所以请各位 lady 们好好的打扮一下。请带上美丽的心情，着正装出席吧。哦，要换一套衣服。好啦，走喽。绿油油的，对呀、啊，哎，哦，我猜应该在这儿吧。我们俩名字现在真的越来越像了。爱的休学旅行啊、哦、咱们的名字是这个。嗯，你真的，你要坐哪儿？我坐这儿，我因为这样说方便，我的视角会更习惯一点。 OK， 好，你坐对面啊，你坐对面。好。哎呀呀，哇，这一对璧人。哇，好漂亮。哇哇，太好了太好了。咱们在这儿，我们这爱心超大、我们占了好大一片。走，好听。哎，真美呀！好帅的呢，特别好看。记得有一个签到处。好，好。怎么那么 Q 啊？这个 Q 版的。哇哦！好像婚礼一样。哦，这边签名对吧 ？OK。Hello。哦，小何来了。毕业典礼哇。哎我。那我们两个好穿的好轻松。那，因为这个衣服是你买的吗 ？Oh my god， 我们是参加别人婚礼吗？我也不吃。签到，签到。你怎么知道我想画个爱心？真的吗？真的，真的。你得有个月亮，老公。水冰月吗？啊！哇！人齐啦，我感觉搞得好像参加别人婚礼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件高定是吗？嗯，很好看啊，你为什么会觉得不适合你？我不理解。是因为我今天妆发都为它而设了，你才会觉得挺适合的。你看我生活中能这样穿吗？我生活中谁都不穿高定吧，咱就是说在家。小明会说你就多说点。
我现在有点那个唐顿庄园的贵妇的感觉了。对对对，你特别像。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的毕业晚宴。也就是说，当晚宴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将再次各奔东西。所以，为我们在这一趟旅程的最后一次相聚，来，大家举杯。哎 ，Cheers， 干杯！敬上我们这一旅程所有的经历。我现在有点那个唐顿庄园的贵妇的感觉了。就你们吧，我是女佣。我是女佣的男朋友。所以希望此时此刻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份开怀，带着这样一份勇气，带着这样一份收获来面对接下来我们将面对的一些考验。有。因为我们虽然走到了这一旅程的终点，但是我们的节目仍在播出，网上的声音仍有很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来面对网上的好奇提问，有一些可能会很尖锐，有一些可能会充满了探究的这样的一个私心，所以我只负责读，由大家自己来进行回答。嗯，好不好？但希望大家能够坚强勇敢。好，好。第一个提问要问的是孙承霄先生和金莎女士。哎，请问潇潇，在这个录制的十八天当中，有哪一个瞬间你最想退出这个节目？为什么？其实最想退出的，就是播出那几天。很多很多人的指责确实是承受不住我自己来说，然后所以那天就在想，哎呀，好痛苦啊，怎么办呀？真的是想逃避所有事情，都想能不能回山里住两天。对，然后但是后来慢慢也自己调节，再加上莎莎鼓励。我也能感觉到，就是潇潇其实改变很大，在旅途上，然后从一个小男孩现在就比较 man 了。比如说一开始可能大家叫我潇潇和弟弟，今天丹姐管我叫孙承霄先生。哦，孙承霄先生啊。可以可以哦。那孙承霄先生，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三个月之前，我告诉你说我们会希望你去走一条路，这条路会非常的艰辛，有很多狂风暴雨，会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困难，会听到很多恶劣的声音，但是这一条路可能会更加能够见证到你和金莎女士的爱情，你还愿意走这条路吗？我愿意走，我愿意走，因为目标就是能见证这份爱情，所以不管怎么走都要走下去。而且通过这次节目也让我们更加确定了自己爱的那份心意。好，接下来两个问题就有点尖锐哦，请施伯雄先生和吴千语女士做好准备，还真的蛮尖锐的。都准备好了，来吧，来吧，反正我每天都，防弹衣穿好了，来吧，来吧。都说吴千语很会拿捏男人，请问施伯雄先生，你觉得你被拿捏了吗？我认为我跟芊芊是找到了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一个相处模式。那如果网友认为这个是一种拿捏的话，我愿意被拿捏一辈子。太痛了，我。最好
好的医美，拔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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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俩射了他好几次，你那个腿那些都得拿出来了。对，最后一期拔了好多剑，我们俩好累，真的好累。好，那芊芊，轮到你哦。网友提问：都说施伯雄的遗嘱是画饼，请问千羽怎么看？啊，这个有点，对吧？我就觉得真的很尖锐。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他的理解有偏差，是因为其实大雄，有经历过一个亲人比较早，就是妈妈比较早离开他，然后因为生病，所以这个是他生命里面就是没有预料到的，很突然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才会想到。有遗嘱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我又不会因为什么遗产给我而嫁给他的，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俩做什么的话，他立不立遗嘱，我怎么样，我们的消费怎么样，我们这个点都是会有人讨论的。就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回答，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大家的看法，所以无所谓，这个不重要，重点是我们俩的幸福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在经过了18天的旅程之后，如果让你再次重新形容一下大雄，你会把它比喻成什么？我觉得你有点像我保温壶里的水，就是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喝热水，我想不起它，但是。Oh my god， 好难、啊，我想一下。其实我觉得保温瓶里面的热水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从温水变成热水了，你升级了，兄弟。就是我任何身体的不适，或者是现在吹着风，其实我拿着一杯热水，我就觉得安心。哇，反正就是有它在我就安心，会暖。对，不管我当下有多需要你，我觉得你站在我旁边，就给到了我一个心安吧。哇！拔剑，走，拔剑，最后一天，咱俩把剑拔了。收剑，收剑，收剑，收剑。然后我们在这边也要恭喜一下芊芊和肥熊，因为其实很快你们那个申请日就要结束了，对不对？播出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完婚了。所以我们来先准备一下，恭喜两位，新婚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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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三年抱俩，五年抱仨，七年抱四，七年抱四，九年抱五。来，我们走了。接下来请准备的是王彦霖先生和艾佳妮女士。王彦霖先生，请回答。让何猷君安静一天和让周一围变话痨，哪个对于你而言会是更难一些？我觉得对于我更难来说，应该是一围哥让他变话痨，因为让一围哥去多表达什么，也许只能在他喜欢和专业的领域他会多表达，其余的时间你让他表达什么很难。所以你让他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椰子这么好喝，他会说不好喝，或者他会说你喝了这是你的味道，不是我的味道，对不对？这个很周一围，非常就这样，但真的很准。今天你还没到吗？我们在车上，我问了一句简单的话，说哎，那这个演艺世界里面有多少个奖？哥讲了10分钟，科普了全世界所有的奖。我跟你讲，这个节目啊，幸亏叫《爱的休学旅行》，讲我们这几口人感情的事儿。如果但凡讲一些涉及专业影视剧表演角色深入的这些东西，一个小时的播放量，他得拿走55分钟。
感谢啊，一维哥，没涉及你专业的领域和你的喜好，我们才能发疯。好辣的，来！哎，一聊他好辣，来，这是主持人的权利。对。佳妮，你会介意你被别人介绍的时候说的是王彦霖老婆这件事情吗？我之前有过介意，但是我现在不太介意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向外找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个转变。那你有想再继续做回演员艾佳妮吗？有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也有跟他说过，就是我觉得演员的路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条路。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在演戏的道路上面，我就只是一个小朋友、小婴儿，那我可以有很长的时间用生活来充实我自己，去充电，慢慢慢慢长大。我觉得我可能再等几年，我对很多事情、对很多人物，或者是对很多事件的理解都不一样。他跟我说完这个话，我当时第一反应，如果你真的想工作、想去拍戏，那就珍惜现在这个时间，把你想做的、你喜欢做的，你就勇敢去做就好。其他的，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的事儿，一定支持。接下来是奚梦瑶和何佑君两位。首先，小明同学，到。网友提问：你承认小何爱你比你爱他更多一些吗？啊？我不承认。所以你觉得你们爱的量是？就是看对方的表现。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个人和人的感情里面都不要去计较，永远要想别人好的地方，这样才会关系越处越好，越来越相爱。何佑君来问你，你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你给他高质量的陪伴了吗？很高啦，这挺高的吧。60分，50，一直在降 ，until 他笑。然后我觉得，已经算是我能给到他，算是很高很高，连续好多天，然后在3个月内加起来，还不仅仅是18天在一块录嘛，还有飞行啊，还有住啊，第二天什么的，所有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他给自己打60分，你打几分？不是，我本来就是很高的，但是我说完这很高，没有人反应，我就一直降到你们降到50之后他笑了。对，肯定60以上啊。61吧。60以上。就是我希望给他多一点空间去进步，对，我就现在给他拉了90分，他就好高兴了。那不行。我们了，周一围先生。哎呦，我帮你问吧，姐。周一围帮朱丹还了那么多钱的债，如果我没钱了，你可以替我还钱吗？什么？No way, no way. 我的答案是，那你得想办法让他先爱上你。可以可以。周一围先生，有那么多节目都找过我们，我们都没有去。那你觉得这一次我们这档节目来值了吗？你看何佑君干什么？值了。字儿请超过10个字，因为认识了你们，还差一个字不够使。全都变主持了，看到没？对，所有人都可以帮我追问啊。你们两个的美好回忆啊，丹姐，咱就是。哎呀，出现爱的相关呢、啊。我们已经知道了，景。
丹姐可见，但咱还是最后想见一见。都见到了吧？我那么羞耻。你们听到了吗？听不到。你们想听吗？想听啥呀？我觉得挺值的，跑这么一趟挺好，至少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哥，我有一个问题。农港，你收获了网友们的道歉，你开心吗？沉冤昭雪是吗？你无罪释放了，挺好的。但是这个没有他的压力得到释缓比较重要，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当然很好。就是逍遥说他在看刷不停的刷自己的恶评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直在收获一种负能量。那种负能量其实说起来好像说骂两句你又不掉肉，不是的，不是的。当所有人真的在骂你的时候，你是真的能感受那种无形的场，那种压力是真的会往心里进的。当正面的声音终于出现的时候，我说一句顶不过一万句，但其实这一次一句也没说。这个节目就让我们这个声音忽然之间就转向了，我觉得很好，但架不住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真的过去了。我觉得，所以我说这次来的值，不嘴硬，这次来的值啊。哇，这丹姐最爱听了。对。哎，一位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农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有说过，你上这个节目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认为朱丹姐她就好像是没有了一个光。我想问，我们经过了这个节目过了十几天，你觉得丹姐现在那个光环找到了吗？还是哇 top 问题哦，太高了。其实挺有趣的，就是前几年一直我在被一种声音去骂，然后呢这一次忽然之间又180度调转了这个船头，我又被夸，然后他在被骂，但是这个骂打引号，不是真正被调侃，在调侃，在说他这不好，就是夸我，我在批评他，要向我道歉，要求要，然后再接受他的道歉。但就算是这样，他都是开心的。他天天在被调侃，在啊，他们这么说我啊，他们这么说我，但其实我能感到那是开心，所以他的那个光还是在，他为我感到开心。对，证明过去了，因为我也感受到丹姐的开心，所以我也是替你们很开心。嗯，就我觉得跟大家相处都很愉快，真的愉快。我其实不太愿意多说点什么，但我愿意跟你们多说点什么。我希望我们之间是结下的是真正的友谊。对，我想为此而提议大家干一杯。这一维哥变化也好大呀。好了，妈妈把大招留了在最后。因为每一对夫妻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们给我们设置了一些非常具有个性的奖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颁奖环节。好。所以来，伙伴们，我们第一组获奖人是莎莎 and 潇潇，莎莎 and 潇潇。好哦。今天真的是一个超大的颁奖礼，因为金莎的这一身裙装很隆重，好漂亮。请各位来猜想一下，这一对会获得什么奖呢？最腻歪情侣奖。最腻歪。最腻歪是肉麻奖。对，肉麻奖，自己金莎自己说，我自己觉得挺肉麻。到底他们两位会获得是什么奖项呢？请上奖状。你笑他是学校进修的厨子，他转身手起刀落炖大鹅。
手起刀落转身做厨子。社恐的背后是他压力下的小心翼翼。你笑他40岁被骗得不轻，可他却被真实的宠成了小孩。恋爱脑是真的，结婚也是认真的。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孙承霄，恭喜他们获得的是非你不可最般配奖。哇！哎，这是我头一回拿这种小奖状的。这小奖状。然后觉得也挺有趣的嘛，能跟莎莎跟各位哥哥姐姐能最后一次的在这里相聚晚餐，然后也很珍惜与各位每一次的相处。我觉得通过我们节目的播出也给大家证明了特别多爱情正向的一些回馈，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扛住风雨，然后得到那个更多太阳照向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亲一下，亲一个。流言蜚语是网上的，生活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只要带着自己的这份热爱，就会一直走下去。走走嘿，我们有请第二组获奖人千羽和大熊。哇哦，带着对婚姻满满的好奇和疑问前来休学，从不会夸人的他现在也能随口说出赞美的话。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哇，立了那个 flag。 帅帅的 Brian Z, I love you。 以后去的每个地方都有大熊陪着。从不会照顾人的他现在不用开口就已经行动。你拱住我咁落嚟啊。呢度系滴晒落嚟咯，你坐呢度好啲。好，我觉得我哋结咗婚之后都尽我嘅能力去承担家务嘅责任，努力为对方实现成长和改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爱情不是你和一个完美的人相爱了，而是相爱之后才会一起变得更完美。你们来猜猜他们会得到什么奖？最佳新人奖、郎才女貌奖、俊男靓女奖，是吗？因为我觉得节目越来播出，大熊收到了很多的颜值粉，一白眼帅哥，白眼帅哥在这，开心吗，大熊？是我开。好，请送上奖状，给女士，谢谢。哇，让我们恭喜千羽和大熊获得的是最合格新手夫妻奖。耶哇哇哇。对，只是非常开心，就我也从第一天非常紧张到现场看有多少个那个相机，到今天我觉得跟你们一起在聊天吃饭，我觉得是很轻松很开心，然后也从你们身上学会了不同爱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旅程当中，我是因为看到了太多最佳夫妻典范这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休学旅程当中的确也慢慢往着这个最合格新手夫妻去迈向，那希望我们以后呢也是可以有机会当最合格新手父母奖。走吧。
我期待着我跟你两个小朋友，我们的狗，在厨房外的一个饭桌，你在做饭，然后小朋友坐在那边，我们一起一家人的那个画面。我希望我们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呈现。哦，恭喜！谢谢。好，接下来奚梦瑶 and 何佑君。以为奚梦瑶在家里举步维艰，看节目发现何佑君对她言听计从，以为她是最强大脑，一看发现居然是个恋爱脑。你们让我们看到爱是自觉金贵，也是常觉亏欠。后来我的人生这么复杂。高情商的阳光姐姐，不犟嘴的纯爱战神，你们的福气在后头。所以到底奚梦瑶和何佑君将会获得什么奖项呢？来，请上奖状，让我们掌声恭喜奚梦瑶、何佑君获得奖品的地表最强纯爱战神奖。纯爱战神，纯爱战神，这可以。这是你。地表最强纯爱战士奖，像周杰伦演唱会的一个附加版。纯爱战神，希望我们就是越战越勇，然后这个纯爱的力量洒向人间。希望我们以身作饭，要培养更多的战神出来。很开心留下了永久性的这些片段在网络上，以后我们可以长大了长老了，到他那个金鱼脑发作了不记得了，就可以那个提醒他，让他知道他老公有多爱他哦，然后以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小孩和小孩的小孩看到，就他们的爸爸妈妈 grandparents grand grandparents 以前的一些爱情故事。最后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和包容，谢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婚姻生活中，爱是占据很多的，也希望这件事情以后一直在我们的婚姻中是长存。好，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燕玲和佳妮。温柔如佳妮，情绪稳定又美丽，别人眼里她搞笑有点虎，佳妮眼中她是金城武。像不像阿武？现在阿武是谁？金城武。他用身体力行证明幽默是男人最好的医美。我希望我永远都可以让你开心，让你笑。爱你哟，爱你哟。恭喜王彦霖、艾佳妮获得爱情最佳范本奖。哇，谢谢谢谢谢谢。范本夫妻 ，top 了 top 了。哇，这个谢谢太重了，分量太重了。所以我也想说一句，在爱的休学旅行里，还是在这个人生的休学旅行里，永远都会做一个学生。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谢谢。亲一下，亲一下。有点像结婚似的。再亲一下。除了这是一个褒奖以外，也是爱里的一个助推器。这个范本嘛，就得让大家觉得
亲一下无处不在的这种，亲一下，对不对？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要对他，或者是要更好啊，更爱他。哦，来来，我来我来，有请朱丹姐、周一围哥他们上台领奖。丹姐衣服好看，好对，好看。我就一直想问这一句话，这衣服好看还是难看呢？好看。他送我过一件礼服，我一直等待着一个隆重的场合可以穿它。对，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讲述过的，他在很多年前给我买了一件高定，我现在把它穿在身上。其实也不能算高定吧，就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就是高定了。哥，就是高定啊，就是高定。姐说什么都对。节目播出以前是冷漠无情的大男子，播出后发现口嫌体正都是爱，周一围一个语言上的矮子，行动上的巨人。以前笑话丹姐爱的卑微，结果是外人面前不示爱，非要在家偷偷爱。朱丹、周一围，你们竟敢耍观众！奖状来了。所以我们俩获得的是什么奖呢？主持人？哦，我要读出来是吧？不是，你要读出来，你要说出来。哦，那上面，对对对，对。我们获得的奖项是最具反差欺骗观众奖。这个蛮可爱，这演技不错呀。哇！获奖感言。获奖感言，你说。我们没有欺骗大家。其实没想过骗任何人，但是确实可能因为我的有一些说话习惯问题，找事儿，给自个儿找事儿，给大家添堵。我也是。对，这事儿我不跟你犟。就反正，也许我应该学习怎么跟大家好好交流，有些话可能还是要跟大家交流，可能有东西就是要不停的与时俱进吧。所以那如果这一次来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说了值了，我也不后悔，但终究我认为这个是两两之间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要回避外人，我们也不用太在意外面。不用恐婚，也不用太因为外界的 push 就去做什么自己不想做的决定，但是反正一切听从自己的心，只要你们自己是过得快乐的、幸福的，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因为当时我的表述不当，然后或者说有些原因，真的让大家在这么多年一直心疼我的话，我希望为大家这一份对我的心疼，我说声道歉。我下次会更加的完整的去表达我们的生活。不，对，可能不说更好。也没有啦。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都一如既往，非常享受过我们的小日子，坚定的去相信爱情，相信婚姻。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你哪有那么深呼吸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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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举杯一下，我们都非常圆满的毕业了，伙伴们。毕业了，毕业了，毕业了，他手冰凉。不好看，还在那不好看，好看。哎，对，展露出他的高定，真的。在这一路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和我们来参与的价值。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爱情有各种各样，就像我们在旅途当中所看到的风景，我们看到的风景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感受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伙伴们，不要来问我们爱情是什么模样，而是去找到属于你们爱情的最独一无二的风景。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爱情甜蜜幸福，请相信爱情。好了，伙伴们，我们毕业了，所以我们去拍毕业照吧。好的。我们两个真的很像宾客，他们像新婚夫妻，我们俩像来喝喜酒的。来，我们一起拍毕业照。爱的休闲旅行，我们毕业了。哇，就这样真的结束了。Oh my god. 这是一趟跨越18天的旅程，全程7635公里，从敦煌出发。哇，好漂亮啊。到大美新疆。哇，这真的很好看。哇，绝美，真的是九个，真的是九个，年轻啊，小马。这不就王彦霖吗？这是，这太美了，好漂亮。到江西婺源、景德镇以及海南三亚，他们带着疑惑出发。因为我们离上一次两个人出来玩确实很久了，当然真的是很希望跟我老公再有单独的时间来旅行，然后把传说中的我们夫妻俩和真实的我们夫妻俩稍微打开一下，希望在这个旅途里能学到一些，比如说日后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柴米油盐或者琐碎啊的一些技能。我想通过这18天的旅程呢，我们可以是有精神交流的，然后是很高质量的陪伴。你们俩对双方的家庭是否接纳自己是有着很多不确定，潇潇会偏向于在社交的方面有些被动，那么对婚姻的准备性呢还稍有不足。你们在爱的表达上面还不足。他们一路不断学习，完成了13场爱的练习。休学之旅带来了欢乐与感动，在浪漫中无限回响。美妙的夜晚，耶，成了。通过这趟旅程，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又一次久违的双人采访。那等会儿换个姿势，我要冲着他坐。为什么？上一次说我姿势冲外，是因为心不在一起，姿势有问题，姿势有问题。你化妆了，能不能别冲我的白衣服？我给你洗。你真的要长城保持这样吗？我疯了。我觉得大雄的进步非常大，就是我跟他表达的就是我觉得他小事情做得不够嘛，你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太会照顾人的，其实对吧？是他在这一短短的三个月里面变化真的非常大。你拿着。 OK 谢谢。就我让吴总试一下。好好吃哦。给你的热水。谢谢哦，肥熊，这么贴心。包括我来录之前其实也生病了，他还亲自去给我煮粥，给我泡姜茶，
去给我准备暖水袋，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进步飞快，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不止合格还很高分的准老公。很高分是多少分？98吧，给你一点点进步的空间。我觉得他这次来到节目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他把他本身很坚强的那一方面放下了一点点，然后就展示了他比较脆弱，需要我去保护，去爱护的一边。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很不好意思，对不起这样子。当时我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抗拒我们被人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会觉得被知道不是一件好事。赞美练习，我看到别人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也影响到我。哎呀，我也想哭，我真的想哭，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会更愿意跟他用语言上去表达我对他的爱意吧。我觉得你有点像我保温壶里的水，我觉得保温瓶里面的热水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就觉得安静。从温水变成热水了，你升级了，兄弟。你很善良，你很有品味，你很会做饭，然后你也很美。我觉得你是勇敢、正直，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灵魂是非常有趣，而且跟我是很契合的。他在丑跟帅之间徘徊，真的很像那个悲伤娃，穿上西装。帅帅的 Brian Z, I love you。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穿正装的样子。经过这个旅行，看到其他嘉宾他们怎么样去爱护他们的另一半，更懂得怎么样去照顾千羽，这个旅行是把我懂得去爱的能力是提升了，收获巨大啊，收获巨大哦。那确实我的诉求就是我很想找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纯粹我们两个时候的相处时光，那在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妈妈怎么这样，怎么不拍你了，你就这么走了，也不拉着手了，不演了是吧？不是。哎，这不你拽我的吗？肌肉记忆是不是？抓紧吃一会儿凉球了吧。我不是不爱表达，是不按照你们的方式表达。所以你好奇怪的一个人，我怎么会和那么奇怪的一个人在一起？你像沙漠跟这个月牙泉，反差这么大，他不也共存了这么久吗？他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说对不起，你不觉得很糟糕吗？你原谅的不是他，你原谅的是你自己。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就是为了他来的，就是为了他来的这个节目。你从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咱将来就什么样，不用改。这辈子，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咱不改了。在我的眼中泛金光。好，谢谢。我爱你。亲一下。哎呀。周先生真的是一个语言的矮人，行动的巨人。就周先生有一些话啊，他会用眼神来表达，让我感受到的。而且又刚好，我很喜欢他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爱的表达。就是我们两个人能够在某一个咬上环节的点，所谓爱的修学旅行，我觉得有些时候看到有一些奇怪的特例也是有趣的。我们贡献了某一种标本，某一种表达方式，仅供参考。对，你
接受住考验了吗？因为我要考验一下你对我的情感啊。那如果考验情感的话，我是考验住了，对，我是达成了。通过这场旅行，然后潇潇改变要比我大，他每一个阶段的改变，从社恐的状态。朱丹老师，你好。我可以读了吗？你什么时候想给我们介绍了你就介绍就行、哎、然后到自己放开，变得更打开了自我。小屁孩，你在那摆啥？在学一位面条到了，太厉害了弟。这是潇潇早上7点起来的，为大家做的，都是根据你们的祖籍啊，住的地方啊做的。有人晕船吗？这里有药和梅子。潇潇从小男孩现在就比较 man 了，也不知道这样负面评价会不会对我们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算了，不想了，只要我们过得好就可以了。诺言，诺言，我想听你的感受。我啊，不是什么以我为重心。哇， man 的不行，很像个男人。然后潇潇也会照顾家，然后有责任心。喘。就是越来越能做一棵大树。没事儿的，来，莎莎，我爱你，我也爱你。走，走。潇潇是治愈我的，他会给我很多那种开心的体验。歪不歪呀？不知道。你在艰辛，我感觉我都回到了5、6岁的那种小神。走走走走走。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比之前要往婚姻更进一步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冲着你钱来的嘛，公证之后又不会到我兜里了，然后整个世界就不会戳我脊梁骨。我这还有一封我妈妈写给你的信。其实我们就要在这个爱的休学旅行的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我们再考虑的就是结婚的问题了。然后当我们知识都够了，累积到时间对了，然后我们就会进行到下一步，对不对？我也会更加的跟哥哥姐姐去学习，把自己爱的人宠成小公主，对自己当糙老爷们。因为网友之前有评价说我们两个其实是纯爱战士，也希望爱以后一直在我们的婚姻中是长存。时代的潮流也是一种血骨，来吧。打扰了。今年的第一次下雪，哇！今年想下雪了。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哦，他是不是陪我不够多 ？What's up, dudes?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Yep, that's great. Okay, got it.That was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really. 但是他会挤压自己休息的时间，愿意陪我来，这个心意我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这一路走来，都彼此为对方斩妖除魔，也有保护到对方，也有支持到对方。后来我的人生那么复杂，家里又复杂，工作又复杂。真的熬过了，努力进去，加油！我们恳求，可不可以不要有太可怕的东西来吓小弟？谢谢你。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比如说就是硬刚，但你永远会在我就觉得还好像没关系的时候，你就说不可以，然后就是会保护。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被一个人保护了。应该的，是我的女人。不要老是那么快乐。OK， 我会一直陪你。
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照顾我，然后也谢谢你的理解。我爱你老婆。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要的，以及我是嫁给爱情。就是我觉得来之前他可能有的时候偶尔还要猜测我的一些心思，来之后我觉得他好像就变得不怎么需要猜我了。嗯，他就会你喜欢什么我就给。手套吗？眼镜都在这里呢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很好。小掐子大掐子。哇，好看哎。我都给你拍下来，等你停车的时候看。好呢。经过这18天大家的照顾支持，大家就像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样，能把佳妮把这个心锁打开。换换团的第二站，出发出发出发。就是我自己本身就会非常的不自信的一个人，其实因为自己的胆小会导致我们俩中间错过了几年的时间吧。我自己恢复的不是一个能够上镜的一个状态。在被大家夸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什么优点，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他默默地在用自己最大的力气爱着这个人。希望你实现你的梦想。我向你们肯定行。谢谢谢谢谢谢。我努力一定可以达成。加油，鼓励你可以。谢谢。你真的很棒，很努力，很温柔，很勇敢，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支持到最后，支持到你不想做。我会努力的，虽然爱的休学旅行这个节目录完了，但是我们的休学旅行才刚刚开始。对，林某川。林家川啊，我也蛮推荐林家川的，而且我觉得他的爱情也是，如果来江修学一下的话，会更加的甜蜜和让他们更加的坚定。郭京飞师哥，他不会让人尴尬，也不会冷场，又会照顾弟弟妹妹，那他又是一个真诚的人，所以我推荐他了。我推荐吴永山跟她的老公，因为他们也是模范夫妻，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所以可以给大家看看他们幸福的模样。我会推荐吴京哥和谢楠姐。再来一次，不是再来一次，就是再一起上合体上一次节目。推荐一菲老师再来一期。一菲老师再来一期给我们三哈汤。对，你觉得你们适合再上一次吗？我们还适合吗？你觉得？哎，我们挺适合。嗯。因为等到他下一季这个时候，我们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哦，对。你是被社会毒打过的爱人了。对，更糙了。更自信了。嗯，更自信了。我们打个板啊，背后一会。金沙。孙承霄。爱的休学旅行。大宝，谢谢。谢谢，辛苦。爱的休学旅行。就此别过。再会。